那我们知道心，这个心的内心的所有一切解释啊，只要有根尘在，那你的事会运作，这个上面结论出来的东西是真是妄，其实都是同源，来自于觉性。觉性的全面使用或是局部使用，局部使用它就是绝非实相，也就是不能够觉全面，也就叫不觉，其实是觉错误，觉局部，而那个局部是与我有关。如果你能够觉性，也就是佛性的全面使用，那就是真了，就是内心所读的这些东西，它就是无是非。所以呢，这个上面我们慢慢慢慢这样在练习，都知道现前一念妄想起处，就妄想起的这个点，或是你看得懂的这个点，只要是你内心会留啊，不能进入空的状态，就表示你觉错，这样比较容易有个指标，你觉错，那你觉错的时候也不会有正确的行为，他的行为一定会有采取某种行为，可是是偏差，不够圆满嘛，不够圆满。你如果绝对的话，他根本就不会留下痕迹。打比方，这个举例我们常举，你走在路上有一个小孩子摇摇晃晃快要跌倒，你根本就不假思索的，他要跌倒的时候你就扶他一把，站好，让他站好，他又走了，你是不是走了？你会记得吗？你不会记得嘞。你如果记得，哦，我刚刚救了一个小朋友，这样叫救了一个人，那个是一个对于我的过度认同，那是对于我，一般来讲就是这样就过了，他不会有什么东西。那如果说现在你走走走走走，你很庄严的走，打比方你现在穿的海青，穿的还是中穿的中国旗袍没关系，蹬个高跟鞋。或是你穿着所谓很庄严的，那你这样走，当然是两极化的举例啦。啊，看到一个小朋友，你正在念佛，或是你在数息，或是你在观自在菩萨，在诵经持咒，那你看到那个小朋友要跌倒的时候，那你明明看到了，可是你想，这个时候我在惊醒，所以我不动，那不动我就走完，你会不会记得？你会不会记得？除非你没看到，要不然你会记得。所以不行也会懊悔，行错会懊悔，不行也会懊悔。你以后试试看，你就会知道，只有你行对，它是实相清净的菩萨行，它是圆满的，他就没有记忆，他根本就没有记忆。你只要是错的，你就会记。人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是觉性就是这样。他只要是觉而没有去行为它，他的心中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一丝的东西，然后再洗。这个是因缘，那个因缘是搪塞的借口，那是一个搪塞的借口，那非实。非实相啊，那很多人都说，哎，一面就是安尼啊，一个就无奈，对不对？那你说这个就是因缘，你的内心并不是带着无奈。那如来啊，教我们众生啊，观此现前五蕴身心为所观境。他说，修行的第一步，你就是因为我们是凡夫，是有五蕴的。有五蕴就是迷于心法的众生，也就是他对于内心的这些东西啊，他是不明白，可是他的重点会去发现。有的人就感觉很多，他每天就说，哦，我感觉怎样，我感觉怎样，感觉疲倦是物质的，感觉精神的某一种感受是精神的，这些都是迷于五蕴的那个感受，感受，感受，他的受特别强，可是这个受他又不愿意真正去把它抽掉，真正去厘清它，让它消融，它愿意浸泡在这个受里面，那安尼都无法度了，这就没有办法，那等于它自甘堕落，
他愿意在里面沉沦。那如果修行人世尊教我们呢，把这个五蕴的身心作为所观境，你不用在其他地方再去找什么法来观。当然观我们有很多可以观的目，就是标的物，你可以观外观内观己观什么。这世尊说最简单的方式是观五蕴，因为是最直接最直接。所以如果你能够观一蕴空，则蕴蕴皆空。那刚刚讲啦，真正你色蕴能空的话，你根本对受这个东西它就不会那么强调它。那如果你受蕴能观空的话，根本就不会胡思乱想，它就会往下走啦。那如果好，你感受也有，有的人就容易思维啊，思考它。如果你想蕴能空，知道这些是空花在脑筋里的产生的一些思维啊。啊，这些的答案先不把它归类，先不把它定，把它那个答案给定格下来。如果你对于自己的这个想呢，你可以去观察到他的这个想，这想太多，这种人呢修禅比较快，也就是他的想太多。啊，这种想的话，你禅修的时候只让你熟悉，那个想啊，像在猫在堵老鼠，猫在看着老鼠，老鼠不敢乱动，对不对？这样子。那如果说你这个上面是每个人不一样，可是这种人他却最难坐得住。可是他如果坐得住，以禅观以这个熟悉法来把它串联，让这个想不发生作用，久了这个想就会慢慢那个幅度都会掉下来。那你受，如果说你在受很敏感啊，很快想就出来了，因为你的想会解释你的受，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受不会那么活泼，你的受不会感受非常非常多，这个受用念佛法非常好用，因为你的受一有什么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大光明的觉性放在里面去照破，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个臭皮囊，这个受啊就会让你去解析它。那如果说你要产生行的话，不管你是念佛跟禅修的人，这个想上面都应该产生某一种能力去把你的行过滤。如果你的行没有办法过滤去做一些正确的微调修正或是后助，当然这个行包括身与意哦，对不对？好，那你如果这个行上面完全无招架之力，就表示前面的法门你用的不够，你突破要在前面突破，这样这个是在现前状态中啊，对境的作用，你法门要有。那如果说你没有境的状态，那好好的修持要破这个事，那得功夫非常的深，成片，然后到达无漏的定的时候，这个事才可能破的。好，先这样跟同学做介绍啊。所谓的世蕴是指眼识等诸事之聚集，聚摄论里面讲各个了别比比境界，总取镜像，故名世蕴。也就是世蕴是在讲啊，眼耳鼻舌身对出来的这些所有的总和，就是六事对境，然后呢取这个境来做分别。那我们把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事的东西聚集起来叫世蕴。不仅仅如此，这个世蕴的成立，只要是六根对六尘，有了世蕴，这里面一定有我，也就是它一定加上第七莫那识，总和做了总结论，归纳起来集合起来叫八识，也就是世蕴。第八阿赖耶识为心，第七莫那识为意，前六识为识，总称
啊，这个八事为事运，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部加总起来。在《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里面讲，云何建立事运，为心意是差别，也就是这些全部的总和叫事。那这个地方讲啊，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这个分开来应该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行即是空，空即是行，事不异空，空不异事，事即是空，空即是事。那意识这个东西是虚幻的。意识啊，在你一段一段的经验跟一段一段的个别认同的标准存在的时候，它会有某一段某一段的解释。可是整体而言呢，整体而言它还是会变异。你今天你这辈子是一条狗，你就对于骨头就是你喜欢的食物非常的强烈记忆，对不对？那如果你这一辈子是一条蛇，你可能又有另外一种着重的点。那你今天是一个女人，你的事里面对于女人的所有点点滴滴一定会特别的去在意它。你今天是一个男人，你也有你在意的点，它各个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对不对？那当然累积起来，你的因缘各方面也会，这个事的内容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好，那我们到底你当过狗，当过猫，当过蛇，当过男人女人，哪一样没当过？哪一样没当过？当过老鼠，当过鬼，当过苍蝇蚊子，大概都有过，对不对？所以事的这个东西呢，在这么长远的轮回里面呢，其实它已经所有所有的经验值都有了，而你强化哪一块跟淡化哪一块，你现在要强化哪一块跟淡化哪一块，就是自我抉择。但修行人呢，他应该放的重点是在强化跟淡化我这一块，就是其他的经验值的这些价值观这些东西都不用去强化。但一般世俗人他会强化于有价值经济价值，也就是我的学识，我的数学好，或是我的理化好，或是我的编织能力好，我的作文好，我什么东西好，我会强化这一块事的东西，让它产生对应于社会的产生一些价值，经济价值，对不对？这是求生的能力之一。但修行人他会在这个上面去把这个东西不那么强调它，而修行人只重点放在我的认同与存在。当你把我的认同与存在，就是回到最正确的五蕴修持法，五蕴的修持法，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好，那这个事呢，你先破掉对于我的个别的这个东西，跟我所有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说修行里面见山是山啊，见山不是山，最后才是见山又是山。所以修行的过程里面呢，第一个就是你凡夫的肯定见山是山啊，这是我会的，我学的，我的经验等等这些。那修行人要反其常态。那这个上面是用丢的，它是用舍离法，它不是捡的，它不是拿起来的。这里面有两个动作，一个是放下，一个是提起。你一直提着不放，你永远不会见空性，你不能了解什么叫空，诸法空相。所以一个是先放，提起是为众生而提起，为实相因缘而提起，那个不是强迫式的提起，这个是一个妙。那如果说你一直提着不放，那么你不可能了解佛要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菩萨道他在讲提起跟放下，因为这里是观自在菩萨在讲心经嘛，对不对？
在提起与放下之间，他总说你照见五蕴皆空，他跟你讲啊，是先放下，是不是先放下？那放下之后，他跟你讲啊，空不异色，对不对？然后空即是色，受想行识，刚刚讲的啊，想即这个想啊，行跟事亦复如是啊。他最后呢，还会跟你再度肯定，也就是提起，也就是提起。但在提起跟放下之间呢，就是毕竟空。现在就是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要显性。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刚刚讲他提起与放下之间，现在呢，观自在菩萨又跟舍利佛对话，他讲啊，是诸法空相，前面讲的五蕴诸法这些呢，它根本就没有形象跟状态。我们再来看呢，色法，你把色跟成对之后放进去叫法相。现在讲到五蕴呢，五蕴呢，你色法是不是色跟你的根对起来之后，其实它就陨落了？是你把这个色以某一种形式而存在你的内心，是不是？那这个相呢，其实这个是以某一种形式，它可能是物质的形式，那可能是一种感受的形式，可能是一种解释的形式存在。好，比如你现在看到这个，你第一次看到，你就看到哇，莲花白色白光，对不对？青色青光，红色红光啊，这个白色白光，莲花。这个时候，其实你眼根对它是不是对完了？对完了，第二次再看到它的时候，其实以前对过，它已经是变经验值。你第一次看它的时候，是不是眼跟对这个是对，这是对第一次，生平第一次。这个对完之后，这对完之后，看你用什么方式而存在你的心中。啊、哦，那个莲花差不多瓦多绿了，哦，透明透明，好亮哦。这就是以相的形式存在心，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种存在是莲花清净。代表的我的佛性是以意识形态，就是那个意义而存在心中，对不对？那第三种存在是我好喜欢哦，是以一种爱好的形式存在心中，是我对这个莲花我好喜欢，我要拥有一朵，它是存在心中的，是我要拥有一朵那样子的莲花。你看这存在的形式有多少种，众生存在放在心中的这一切东西都叫法，也就是你用任何的一种状态来存在，那是以形象的呢，是一种非形象的呢，寓意的呢，感受的呢，任何的存在而存在心中，它有具体的相吗？没有。所以色法是不是它没有具体的相？然后再来受，我们在感受啊，有一个人跟你吵架，他讲了一些很刺激你的话，那当然你回了一些刺激他的话，这个回话最后以什么相来解释你这个吵架之后，它也是色法啊。可是你要把这个受蕴的内容，你要给它放在心中啊、哦，这是也是一法啊、哦。现在讲诸法啊、哦，你这个受，你最后会总结你刚刚的吵架，最后我好生气哦，是不是？它结论是我好生气，有一个阻隔的我跟生气的这种情绪。那第二种，可能另外一种，这个人好可恶。你存在的相状是这个人好可恶，可是这个人呢又没有办法去记得他的眼睛鼻子嘴巴，
你只是把这个人模糊化的，这个人他好可恶。那这个人的代表是什么？他的学识，他的精神内涵，他粗糙的言语，他粗鲁的动作。那这个人他的代号叫张三，对不对？这里面包括语言、文字、形象跟所谓内容的东西。你把这个人好可恶放在你的心中来代替你刚刚的那个兽，这是不是你储存的一种模式？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种人，他在储存兽的模式里面，他觉得活着真没意思，世界就是这么纷扰。他不会去储存我受伤，那个人很可恶，他是总归要对于存在的那种内心的排斥，他不想要有存在。那另外还有一种，就假设哦，还有一种受的储存是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能感受呢？他是要抚灭我，他要否认我能感受。我为什么能感受？这个受让我很苦啊，就是他直接对准这个受本身，任何的状态都好，他就认为受是苦。那世尊教我们哪一种？我们如果存在于相，我们存在于相，就是那个人跟我吵架，他可能他的名字叫张三，那个人好可恶，他存在相，或是我很生气，是存在于我想法产生的一种存在，对不对？那刚刚讲到最后，观受是苦，就是总和所有的摩擦跟所有意识对出来的觉受，这个东西是苦的。世尊教我们第一开始的时候是以这样来读这个受，但是呢，这个受你刚刚随便举例啦，哦，举例它储存的形态是不是就是法？法的定义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存在呢，你给它仔细的看，我用这种形式存在，这种形式存在，这种形式存在，跟这种形式存在，四种的存在放在我的心中，其实都是因缘和合而存在。回到因缘法，它其实是空的，它其实是空的。那我坚持的这种存在在心中，这个就是把虚幻化为实际，既是因缘法，它本来就是在某种时间空间条件之下而有的某一种对应而已嘛。所以这些时间空间的因缘，它会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所以它非实在啊，它是非绝对存在的，它是无自性的。它既然无自性，所以这个存在的保留，这个存在的保留跟我觉得这是苦，个别苦的这种读法，其实回推回去就是意识，我意识的直取，对不对？所以这个诸法，这就回到，又是回到五蕴嘛，啊，那这些呢，法的成立是因为我意识，所以这个在讲这个地方的讲诸法，就是一切的存在，一切的现象，有为无为万法。那这个包括心色上面的一切万法啦，心色上面，那这个上面呢，我们知道其实它毕竟是空性的，它在因缘各个条件之下，所以是诸法是空相的，它并不是决定一定有这个样子的。在华严经里面讲啊，心如工画师啊，所以在所有一切里面，我们不断的彩绘了我们要的形式，那我们用什么样去储存它？那这些五蕴是幻有，其实啊，是空，它其实是因缘。既然是因缘的话，它就是无自主性了，所以是性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以物质现象界来看，它的生灭关系，生
是升起，灭是灭尽，这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段里面，特定的时段里面，它显的时候，你看到它的身相；它隐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它的灭相。所以我们在生灭生灭这个解释的看法里面，是依于我们凡夫对于色色的个别认知。所以在个别每一个色法存在的时间空间因缘里面，看到了生灭现象。那整体而言，非时生也非时灭。你整体而言呢，整体而言，你以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空间把它拉长来看，它非真生跟真的灭。譬如假设我们人呢一天要吃几餐，看人哦。那这个生与灭，如果它是在讲物质的话，那你物质跟你精神结构起来，就会产生我需求跟非需求。我现在肚子饿了，我肚子饿，这个觉受是生了，那么我自然就会根据于这个动机去选择食物，这个食物也会现前而生了。那这个上面呢，是我的意识行动采取了物质的对应性。那之后呢，当我吃到某种程度的时候，那这个身相啊，就是我饥饿的这个身相已经没有了，换成另外一个身相叫饱，那饿是不是就灭了？那饱是生了，所以它在生的当时其实也是灭，它生了饱，灭了饿，就是哪一个生哪一个灭。那你以物质来讲，好，它的身相存在于你看得到的外，然后你把它放到你的肚子里面去，外不见，而到里还是身相嘛，对不对？但是这个身相呢，在隔72小时呢，它成了一坨的东西，那个现象变了，它是不是变了？变了它原来的相状。而在这种中间变的过程里面呢，你无视于它的存在，因为你着重在外界的声响，所以它在默然当中呢，去转化了它的样子。然后你吃了这么大的三碗的东西，出来是不是三碗？不是啊，它是分析解离，有的成为水，有的变成杂质，有的是一个能量的消耗，透过你的使用，然后它化成一些力量让你使出来。所以这是不是这是也是一个变异啊。那在这个变异的时候，你看到的身相，其实你执着在于你看到的那个身相跟你吃下去，那这个生灭的精神状态跟物质的状态，其实它是整体的。然后呢，再接下来你的这个生灭生灭的饥饿饱饥饿饱饥饿饱，一天就发生过好几次。那在这上面你一直着重在粗糙的生灭相，那你以时间的长河来讲啊，那你把里外的生灭的变异都接受它吧。你再接受它，你会发现呢，其实因为一种基础上的存在的个别认同，所以你会看生灭就变有生有灭嘛。有生有灭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切在变化当中，曾经有过而非永远存在，所以它像幻一样。这个幻就是表示它有过，但是不是一直是这个样子，所以是幻生幻灭。在幻生幻灭当中，你会发现它的道理，何谓生跟何谓灭，它的道理是非生非灭。那你体悟这一切的所有一切，到底是有呢，还是幻呢，还是非呢？其实不能具体说它是什么生，也不能具体说它是什么样的灭。所以它终究是回归到毕竟空的，所以是不生不灭。以物质的存在跟精神的存在都是这样的。那我们人呢，
因缘和合，一切条件满足，一切因缘这个刚刚好的时候，就会成立一切法，这是有为法的嘛。那精神层次呢，根据有为法而来解释认同它存在的一种相状，那你的心中就是生灭，你被有为法来解释它的有为道理，这是俗谛呀，对不对？那顺意谛呢，我们知道其实这一切是无常，它在变异中啊，所以有生灭，这是所谓俗谛的部分。以大乘中道它的正知见而言，它的正见而言啊，有为法的生灭是假生假灭，也就是它是幻的意思，它不是永远那个样子，非时生时灭。那一切的万法连续而往复，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意思，连续往复生灭于刹那刹那。所以如果刹那刹那一切都是一直在刹那刹那生灭，那也没有叫做生灭啊。到底是何为生，到底何为灭？那我们再来看 你心中 曾经有过的伤痕，那个伤痕到现在有变异过吗？有变异过。那有的呢，当你有正知见重新去解释它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个是错误的，那个错误，于是那个生跟那个灭了无痕迹。就举一个例好了哈，这是很浅显的，看电视剧也会看得到。比如啊，你三天后生日啊，不要讲生日啊，就你三天后啊，记忆着你在十几年前嫁给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三天呢、那个日子就记忆着你结婚的那个日子，叫纪念日。可是呢，事过境迁，当时的情爱到现在已经变成无动于衷了。那你提示的这个三天后。为了记忆十几年前的那个伟大的日子，所以你暗喻着几天后是结婚的纪念日，记忆的那个事实。那对方呢就说被我杀后给，对方就说被我杀后给，比兄的代志你给，你可能听起来那个悲伤就化为悲愤，悲伤又加愤慨。是吗？啊，然后呢，心中就觉得这三天一直在思维着那一次的错，连续了十几年，永远无法修复啊！这个关系法再也不能够解离啊，除非我有勇气。可是当我有勇气之后，我的心又悬在那个若有若无的存在中了，对不对？那真的生灭啊，真的是太难过了。那希望它灭吗？其实又想修正它而不灭，可是希望自己好好修行吗？又希望自己曾经没有婚约，是吧？所以回到过去回不去，回到未来放不下，想要到未来放不下，想着想着这件事，然后那到第三天了，他就跟你讲：“我今天不回来吃饭。”哇！什么悲愤，现在根本直接愤怒。你可能想太过分了，纵使要记忆着那么一件悲伤的事情，也有曾经我的奉献啊，难道这些都不存在吗？这几个萝卜怎么来的？好，那他说不回来吃饭，那我也不要回去做饭，想着不回去做饭，自己在外面闲荡，那可能有某种因缘，你总是要回到家。回到家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哎呀 ，surprise 啊、那给你开了很大的灯，给你一颗钻戒啊，满汉全席给你摆好了，还有一件漂亮的晚礼服啊，打比方 ，romantic 的音乐放着的啊，还跟你再求婚一次。那这个时候，哇！你前面的那些生灭的想法、悲愤的情怀等等的那些东西，刹那之间，那个时候你可能悲喜交加，对不对？
啊，那你可能眼泪夺眶而出。这里面呢，可能到底哪一个生哪一个灭？生命其实一直在玩这个游戏，知道吗？啊，当你是一只公狗的时候，追着另外一只母狗，在交媾的那一刹那，又是一个生；结束的时候，又是一个灭。它是没有婚约的。可是，如果是有婚约的动物呢？它本身又有一个时间点的彼此承诺，而心中的彼此放着的。那事隔那么多那么多世，那些生命又哪里去了呢？可是此生此世又重复完了这个游戏，对不对？那这个生命又在刚刚的一个悲愤呢、愤怒，到现在的一个喜悦，谁最适合你？就是这个人最适合你，因为你现在还适合着。你自己会去解释它。好，那以佛法的角度你再看呢、无生，这个无生灭，不生不灭，我放掉吧，我放掉我心中的不自由，我好好念一句佛号，我好好礼拜，我好好的诵一部经，我想要结束我 生命里面的这些生灭生灭的折磨。果真你这么努力努力着，有了一些体会，你对于空的正见、现正、现量、空的知见，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过去的生灭一直强烈存在在意的生灭哪里去了，哪里去了，似乎再也找不到物质现象的生灭的执着，也找不到精神层次生灭的那种感受，这在修行里面会发生，那个就是真的道理，那就是真理。而那个真理是透过你了解诸法空相，你要用长远的时间跟长远的事实来作为智慧的关照。那你如果停留在一个短暂的点里面，一般是难以走出来。那你对于一个所谓变异变异的这些情形，如果你用真的真实佛所说的这些真理正知见去看它，你愿意这么学习着，你会发现刹那刹那，而这个刹那刹那还有什么好执着？它就是往复嘛，连续而往复，它连续然后一直在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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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的一念放下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道理，相状上是无所谓的，它是因缘和合，那真实的道理它是寂然的，它是不生不灭的。那这个升起与灭尽，当不再成为你生命中某一种意识的解读，它带着所谓正向的或负面的这些解读认知结论，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这些生灭爱不着你，这些生灭对你来讲它就是实相，这样懂意思哈？所以现象非生，就叫不生了。现象它只是因缘嘛，缘尽非灭，它也不灭。那我们说现在社会上有好多好多的现象，在生灭生灭当中，哪一件事永远留着啊？哪一件事永远留着？所以这些物质上的生灭，其实它在某一段的因缘中而起而存在。你要深观因缘法，佛教在讲的缘起论里面呢，它是自由的。佛在介绍因缘果，它是无是非的。他只是告诉你相状在这个时间里面，他有这个因这个缘，他有这个果，他是在一段时间里告诉你他的实相的展现，因缘果的相状。佛并不是用是非来介绍因缘果，但是我们会在因缘果的恐惧意识心态里面去看到他的是非，这个是非其实是自己建构起来的。那一样的道理啊，在这个相状的存在啊，这个因缘里面，我们如果深观因缘法，缘起知道它是性空的，那
它是自由的。如果你读因缘法、缘起法，它是自由的，它并没有负担，它你就是直接就会看到它的空性，那你的一切是自由的，你不会被诸法所绑，你也不会被物质界的所有一切限制在这种痛苦之中。当你没有痛苦的时候，它生亦是灭，它也生也灭，也不生也不灭，生与灭，有与无，那只是一个语言文字，那是一个存在相状跟概念相状的解释而已。这样了解意思。所以呢，这个上面呢，希望同学能够了解升观缘起法，在这所有里面呢，它是自由而无是非的。那你如果看得懂缘起法，还有什么需要去坚持呢？世尊就讲啊，远离尘垢，得法眼净。我们刚刚讲啊，生灭，生灭，你心中会解读它的垢净问题吗？那如果你能够心理层面呢，精神的状态，在这个认知的好与坏、对与不对，是垢与净认知这些主观呢，把这些主观的标准放掉，把这些主观的东西放掉，你就能够得诸法清净的智慧，就法眼净。那法眼净就是进入出果虚陀环道，也就是你就可以直接进入真正清净的修行。那说不垢不净，如果以心理层面来讲啊，我们为什么会有垢跟净的认知点？这个是一切事物现象当下，你在认知解释它不同的时候，有一个标准。所谓的垢跟净，是你一定有一个标准在，你有标准在，在这个标准值之前之后，它就是一个对立形态，对不对？那这个垢净是个别的，这个垢净所有的众生的垢净都不一样，绝对都不一样。你不要以为这好脏啊！有一次啊，有一个修行人啊，用修行人给同学介绍，那你可能会想到，修行人是有这样，有那个修行人呢，他很精进，大家都说他很精进，他也确实很精进。那有一天呢，大家要整理疗房啊，那纠察师傅那是检查疗房，他就看到他疗房的时候，因为他平常很精进啊，去检查疗房的时候吓一跳，因为他真的很精进，对不对？那他的床就有一个人的样子，他床干净的位置就只有他躺着这个样子，这样听懂吗？其他的部分就一层厚厚的垢灰尘啊。他说：“你的房间怎么这么脏？哎呦，你怎么都没打理？”他说：“不垢不净。”他说还为那些忙什么？还为那些忙什么？我光拿时间来阅读经藏跟修持都来不及了，还为那些尘垢起心动念吗？到另外一个人的疗房去检查疗房，好整齐啊，冻干了，那个折得很好，什么都很干净啊。那他进去的时候说：“啊，对不起啊，没有很干净哈。”他不满意，他自己不满意，他的居士啊，然后他还看到啊，有一根头发，赶快把头发拿起来。他心中的垢净比那个。就一个人躺着的样子的垢净来的垢净啊，这样知道意思吗？这是个别的，这是个别的，一个是过，一个是不及，但这个都是主观认为，大家评估出来，大家会觉得，哦，这个
豆干的这个疗房啊，是整齐啊，它这上面分数很高，就是它的修行呢却很执着。他抹桌子啊，擦桌子，让他去几分钟，要去三分钟，慢慢来去，慢慢来去，豆腐搁洗，搁擂，搁推，洗得好干净啊，挂起来，四个脚拉直，用夹子夹好，这样风吹才会干。他说：“你如果修行修到这样吹毛求疵的话，我看你也未先困。对不对？可是他认为这是他应该要的，这是他修行的标准。啊，话说这个构境怎么说呢？所以有一个弟子啊，这个每天啊，就脱下了僧袜之后，就摆在桌子床铺下面，然后没有袜子穿了，再从床铺下面把那些袜子捞出来。他师父就跟他说：“你怎么那么脏啊？”你袜子都不洗，你每次放在床板下，这样你睡觉会舒服吗？他说：“师父，我在修不垢不净。”他说：“我放在床板下，它就会通风啊。”同学，垢净的东西啊，它是一个标准。它是一个标准，远离尘垢是说你远离对垢跟净的坚持，而垢你能接受，它是实相中的因缘。所以这个垢呢，又是如何来解释它？这也是代名词表达的某一种相对的状态。而所谓的净呢，又是什么样的标准？所以如果我们远离，也就是我们能够从这个垢跟净的坚持跟批判对立的心态中超越而自然起来，那么你就能够随顺所有的环境里面而自由自在。那你在现象中的有跟现象中的无，跟现象中的干净跟现象中的不干净的认知点上，大概就不会产生烦恼相，对不对？如果不产生烦恼相，对于这样的状态的认知，它什么样子，它就实相嘛。对，这样的样子也就是实相嘛。今天同学，如果你只有两件衣服，那你要去一个地方过五天，你这两件衣服，你是不是会重复穿？有水的话，你可能晚上还给它洗一洗，晾干。如果没水呢？你会不会第二天很难过，自己想要扒光衣服？不会，你还是会穿它。你会不会接受它？会啊，你会接受它，因为你自己必须去决定，你必须去决定这样的环境跟条件因缘下，你必须去决定它给予你的状态。垢与净就是你必须去接受所有的状态之下，它的任何状态，而在这里面，它没有是非心。这个对物质的垢净啊，可以跟着福报而不同。有的人的垢净都是别人替他维持的，就是有别人来替他服务，对不对？他会选择什么？选择净啊？他会选择垢吗？你莫搞饼，你莫搞碎。不可能嘛，跟福报有关嘛，啊，那如果你已经没有那个条件的时候呢，你会接受吧？你会产生烦恼吗？你的心中就是有垢净。如果你没有烦恼，你看到这就是因缘法，你心念的东西而已嘛。这是所谓外在的尘，这是一个念头。还原观里面讲啊，随流加染而不垢，随着是所有的一切，纵使有染着，我们的清净觉性呢，它也不会被这些垢给染上去，因为你的觉性永远都在。
纵使你觉到这是不干净的，它只是这个相状为不干净，它里面并不是对立这个状态，那么也叫不够啊，对不对？你的佛性，你的这些觉性，它不会因为垢净而差异，不会因为垢净而差异。那人呢，这个垢净上面呢，最难以消化的，最难以消化的是自己期待的净。垢呢，你可能可以用远离，那你可以六根尘不要去接触它，你可能可以选择性的避开。而内心呢，对于佛性跟对于想要得到的某一种境，你会有一个期待。那对于自己内心产生的东西，无明的东西，或是不好的想法，这个时候